我终于都来了，同你见面了。咦，啊，你终于都，啊，我等了你这么多年啊，啊，你终于都，你终于都下来找我了，啊，真是，啊，刚才啊，我啊，电脑啊，有些人啊，不知道为什么你第一个，你在天堂要，人家天堂见五个人，你连地狱都要见五个人，你第一个就是见我，我刚才见到呢，啊，你下来地狱的时候呢，竟然有人现场直播，啊，都还有人估到你第一个人来见呢，当然是见我的了，啊，真是，啊，你认不认得这里啊，啊，这里就是啊，我和你的啊，我辞职之前呢，和你出塞重腾的白宫啊，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晚啊？什么地狱都有白宫的咩？唉，你不明白啦，这个地狱呢，就是呢，就和我们啊，人生中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即是人生中一些比较受耻辱、受到温辱，个心情、精神上的地狱，就好像我这样啊，当年啊，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啊、明明那壇嘢啊，啲都係啲細嘅自己亂咁嚟做嘅啫嘛！啊，而家搞到我最後要辭職，哇！嗰一眼我嘅心情就好似地獄一樣咁煎熬，我仲要同你促膝長談，仲受心中情啊！人生中最恥辱嘅不過於此，所以呢度呢個白宮咪變咗我嘅牢籠，變咗我嘅地獄咯。啊，我仲以為係即係我哋來自中國嘅老朋友，真係走去自殺鋪砸個自殺嘅白宮俾燒俾你添。啊，那個就是另外一樣嘢啦。咦，不過喂，唔好講笑喎。我嗰陣時啊，落嚟嘅時候啊，我都見過啊，你講過一位中國嘅老朋友喎。我聽過啊，我其實咧，雖然你唔好見到我個樣頭耷耷眼濕濕咁樣啊，其實有時咧，撒旦老哥啊，有時咧啊，睇下邊個啦，有時就係炎黃老哥，有時撒旦老哥，佢哋都會走嚟咧，就同我吹下水啊，講下嗰陣時啲現世啊，嗰啲政治嘢，就話點解咧，我做咗啲咩令到嗰陣時地府有咁多人咁樣嘅。啊，佢又同我講咧，其實我同你安排得好妥當嘅，係咪先？佢有你同年嘅大敵啦，你有你中國嘅老朋友啦，啊，都會走嚟同你，都同你見面嘅喎。啊，仲有啊，你嗰陣時啊，你咪有一個女性啊，同你嗰陣時以色列啊，可能有一個一飯之緣啊，個個都可能會同你見面嘅喎。啊，你會唔會有少少興奮咧？啊，毛先生、周先生加埋鄧先生，咁差唔多可以同你打圍話，打雞圍話，打幾圈嘅啦。啊，不過奇怪喎，點解？啊，咁點解你即係點解你聽佢講嗰啲中文咁鬼似我去汕頭大學嗰度講學聽翻嚟嗰啲中文啫？唉，冇計啦，我啊平時冇嘢做啊，咁啊有時喺白宮啊嚟得悶啦，阿撒旦老哥又幾好人啊，得閒咧就俾我出去啊周圍啊講下嘢啊，食下飯啊咁樣。咁啊咁巧，我白宮隔離咧就係一大堆唔同嘅名豪宅喎。啊，咁啊有時咧啊，你都知噶啦，咁啊啊你呢啲有錢人地段啦，咁你唔知點解咧啊？你中國老朋友嗰邊咧啊，有一堆同一樣有錢嘅人咧，就好多都係講呢種口音嘅。啊，所以我就跟佢哋試下講中文啦，學下中文咯，你知噶啦。咁啊，得閒同翻啲中學老朋友傾偈，學下就學咗呢種口音訓練。係喎，你嗰陣時六十年代下嘢嗰陣時，你好似拜訪過香港好幾次喎。唉，嗰啲舊時開心嘅嘢都唔好係啦。你唔好同你講，你嗰陣時去法國度傾和談啊，留咗幾個禮拜啊。你估我唔知你做咩咩喺法國啊？一個單身寡佬過去。乜胡佛连胡佛档案都带埋落嚟咩？唉，阿胡佛呢啲就啊，梗系一定会落嚟噶啦。你又系唔你又唔系唔知去啊累过几多人噶啦？啊，仲有阿麦仔都喺度噶，其实。嗯。啊，不过诶，就睇下啦。你见在嗰四个人之后咧，啊，你真系地狱按 book 咗啦。咁样我再带你咧去见下佢哋啦。我哋呢度咧，我落到嚟最紧要嘅事，梗系要维持呢个阎罗王同撒旦之间嘅势力均衡啦。吓啊，真系都系要操翻老本行啦。吓。你嚟到地狱，你都仲想搞 deep state？ 你可以啊，你。睇完节目记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收睇最强频道，订阅热血时报。